限购名额，限购名额3秒，三，请成功。不行，上了年纪的女人嗓子特别容易废，去吃一个这个。芝士片，算了吧，没准里面下了什么药呢？谁知道你请我吃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得了吧。吉利猫洗头走，谢谢大家。我这是思想，这叫有保自我保护意识，你懂个毛？你懂个毛？陌生人的东西，你说给你吃就给你吃，尼玛！现在煮熟的鱼可以吃了，谢马虎哥，煮熟的鱼就可以吃了啊！我都没吃饭呢，没事，你都没吃。我叫我爸给我带面包了。煮熟的鱼好吃吗？鱼刺可多了，不怎么喜欢吃鱼，鱼刺很多。一杯，大保健，不来，我建议已经去大保健过了，已经去过大保健了，哈哈哈。大黄鱼对吗？难道你是大黄鱼？其实鲤鱼也是，是那种毒刺的，毒刺，小刺没什么，就是挺好的。哎，咱们把那个集结令得一得，得到300好不好？这差26了。有一种鱼没有刺吗？我今天跟王林公公去看那个什么野生动物圈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把他们关在一个缸子里面供人观赏，好可怜呐，真的。什么蛇呀、乌龟呀、蜥蜴呀、鳄鱼呀，还有娃娃鱼，超可怜。你说为了满足人的一些小小的欲望，他们就要失去生命或者是自由，多可怜，真是。我看不下去，来我们吉林走一走，谢天一哥。我就吃土豆，什么都不吃，改吃素啊！真的，吉利猫星团的左岸16给大家跳舞，可以连声让。老喜欢吃土豆了。神宇哥，哎，
是没有钱，2000，你可以帮我走200个，那边来吧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是不是？你说说对不对？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。虽然饿，来随便我走几个，走个10几20个都行了，没关系，多多少少有一点，慢慢蹭嘛。少2个0。走20几个也行啊，对不对？谢谢最上哥，你看，谢谢。咱们没关系啊，我说了嘛，就多多少少走一点，1个2个10个都行，大家能拿多少就帮个忙就可以了，没关系的。没有说非得要不你们全部帮我秒掉，你们要有这个能力全部帮我秒的话，你们肯定就帮我秒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嘛，大家肯定就是说没钱，那没关系，多多少少来一点点，你凑一个，他凑一个。有人拿10个，有人拿2个，对不对？慢慢不就过了吗？怕的就是一个人都不走啊，我这心好累啊。趁这个花少，谢龙哥，谢我孙少哥，谢谢。我比我比我高，嘿，你们跳舞啊？还差5个，哎，到5个，魏正哥来了，欢迎魏正哥。谁又错了谁？
鞋子也挺滑的，如果我不穿这个鞋子的话，就我光脚。